下面请您欣赏节日游戏，表演者烧饼栾云平。哎，又来了。哎，那个特别高兴啊。哎，这个二次在舞台上出现，你看我们一上来还给上来走俩啊啊。您放心，我们一会儿就下去。哎，走仨，走四个，好，走五个，好，漂亮，六个，好，七八，好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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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白了，这是到尿点了。还真是的，我算看清了，还真是啊，一上来显着好像我们肾不好是您肾不好似的，哎，肾不好用肾宝，他好我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啊，谢谢各位大哥，您还得快点尿，因为我们一马上就下去了。对，他们又该上来了啊。确实演员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怎么能说掐着不让人尿尿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您把尿您的说清楚啊，您尿您的，我们嘴也不闲着，好不好？咱都别耽误，对不对？ 对该逗您个逗您乐是吧，该尿您的尿您的，你看越说越多。哎呀呀呀呀，干什么那边去，快跑！啊，这个层出不穷，你看。哎，确实，这个确实啊，这个因为今天的节目呢，必须得多一点。对，哎，不多呢，他跨年不了。啊，还必须得长一点。哎，对了，您看看这有点过分了，是多不爱看我们哥俩？你看看，没有那么多坑吧？啊，对呀，一会儿呢都水漫金山了，啊。哎，确实节目得准备多一点。嗯，您也能看出来，今天节目的准备呢也是非常充分。嗯，都是由这个栾云平老师呢编排的节目。哎呦，杨九郎那多精彩啊！那好极了。栾云平他好编排人，是啊，是吧？嗯，他这个工作需要这样。哎，咱们今天呢，赶上我们哥俩在一块儿还不多。哎，对了，结束这个2023的最后一晚。嗯啊，你想表达什么意思？我说咱们得来一回别开生面的呀。我以为跨年要跨咱俩身上呢，我怕跨你身上跨不过去。我说，这么着吧，嗯，咱来一回游戏。好，哎，这个游戏挺好的。什么游戏？哎，叫做找节日。不明白。你看，说出来几个节日，哎，谁说上来了，大家伙认同，一说有。哎，说的对，一说没有，坏了，说不对了。哦，找找节日。哎，对了，那这找节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咱们游戏成功了，哎，行个酒令啊，这不就算是吗？哦，我能明白了啊，就是当个赌资嘛，做个游戏，行个酒令。哎，对了，以找节日的为主形式出现。哎，对。那比如说什么，明天马上啊，过一会儿元旦，那不行。嗯，这不算。怎么？得中国传统节日，中国传统节日。哎，比如说初一，这行，春节，可以。哦，大年初一过春节。哎，对了，好好好啊，元旦不行，没问题。元旦哪国都过。那这样得了。新年吗？那这样得了，我找一帮忙的。Happy New Year。我找一帮忙的。行，我们俩人对付你一人，好不好？就这点事用俩人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没问题。多几个无所谓。曹阳就在，曹阳在这边呢。曹阳。哎，来了，又上了一回，好家伙，可算到我了。哎呀，行，找我干嘛来？这要找节日，找节日，嗯、我最拿手。好好好，行吧，行，那咱找吧、嗯。各位，您就看出来了吧？啊，德云社现在多缺这个逗哏演员，我这一个节目都配俩捧哏演员了。人俩捧个演员都干一节目了。行，哥，您说咱怎么找？找节日啊？对，怎么找、啊？你比如说得找出啊，啊，大年初一，大年初一，春节，哎，这样的传统的节日。对了，大年春节啊，必须得是中国的传统节日，对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啊，中国传统节日。行，那谁先找？哎，谁先找？哎，咱找啊，单月，嗯，和双月。嗯，这不废话吗？ 你挑啊！啊，我们先挑。你看，你们先挑。好好好。你们是记着单月的说呢，还是记着双月说？没问题。稳住了啊、哦，没问题。让咱们先挑啊啊！哎，一波占单月，一波占双月。哎，对，六。那咱们就先挑双月。为什么挑双月？哎呦，他先说呀，咱照猫画虎啊。
我明白这意思了。对啊，咱们是双月，双月他单月，他单月，他说完以后咱说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来双月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你是单月先说啊，说完我们照猫画。哎，行，就这就不用跟他解释，就这智商怎么当上的副总，那也不知道。行行吧，双月没问题，我们双月没问题，可以啊。怎么样？让他打酒去吧。打酒去吧，打酒去吧，打酒，打酒，打酒，这台上就喝酒了。对。今儿跨年过节，喝点了，喝点喝点啊！对啊，行行行吧，你说的啊，嗯，你是副总，你做主是吧？你快着吧，嗯，交给我吧，我拿捏他死死的，没问题。哎，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什么没有？这就是酒。哎，别碰。这散篓子，我跟你说，散篓子，农村打的。散篓子什么意思？这是散装白酒，这不是一空瓶吗？哎，不是，这国王的新酒，知道吗？国王的新酒啊！别乱动啊！他说这就是酒，哎，这就是酒。对，那这酒怎么喝呀？这酒怎么喝呀？这酒有一特点啊，哎，一碰就洒，嗯，一蹲就流。我问这酒怎么喝的？要说怎么喝啊，这得这么喝。怎么喝？哦，哎，这节目咱能演两遍吗？孙子，你给我玩真的是吧？不是，你给我玩真的。我说今年跨年跨你身上跨不过去吗？对词儿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啊。对词儿这酒就这么喝，哥，这酒劲儿大吧？这怎么一杯就上头了？行，咱就喝它了啊啊啊！就喝它了啊，就喝它了吗？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呦，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就那了啊。那怎么着啊？那有要命了。哎，比如说啊，哎，找对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对，找对了，敬酒三杯啊，敬酒三杯，敬酒三杯。那三杯怎么敬啊？哎，我们有点不明白，这怎么敬啊？我就多余叫你上来。我怀疑这节目你就没有。对，别着急啊，这怎么喝这个？敬酒三杯啊！哎呦，真的，我2023年两大赌心的事儿，一个是赌心听了杨九郎逗哏，一个是赌心跟他来的酒令。不是，关键这酒令，我说换一个吧，咱来一鸡哥腿，不，咱还来酒令吗？这不你要求、啊？他说就这么喝，这么喝，找对了，很有酒味儿、啊。哎，好，那如果没找上来怎么办呀、啊？对，我们有点不明白，要没找上来怎么办呢？没找上来算乱令，罚酒三杯。哦，他为乱令罚酒三杯。哦，那他怎么罚呢？那他怎么罚呢？哎呦，二位，您俩人补张票好不好？你今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也很开心啊！你们比观众乐得还厉害呢！哎呦，我以为你脚气犯了呢。哎呦，他说就这么罚啊？怎么？那我还是有点不明白。我明白了，神没玩，我喝七杯了，好像这酒得80多度吧。有问题还不让问的，这怎么、哎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赶紧玩，要不然一会儿玩不下去了。咱估计也就能玩到4月份就玩不下去了。哎，来，啊，我正月就结束这个游戏。正月，正月，来，咱先听他怎么说啊。正月啊，嗯，正月十五，什么节？元宵节呀。有这节吗？有吧？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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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月十五元宵节嘛，猜灯谜是对不对？就没错，对对对，有，猜灯谜啊，元宵晚会有这节怎么办？可喜可贺，敬酒三杯，终于到他了。敬他，哎，别动啊！啊，怎么？他不让敬？对你什么意思？那不让玩啊你？废话！你怎么回事你？刚才这节谁说上来的呀？谁说上来的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说上来的？我说上来的。啊、说有这节没这节呀、啊？有啊，都承认有、啊。我说对了啊，敬酒我得敬你们，你敬我们，多新鲜呀！不是你，那如果你要没找上来呢，那算乱令啊，罚酒三杯啊。那罚谁呀、啊？罚我呀！敬他，敬他。这酒已经上头了，敬他，喝去吧，敬。谁喝呀？咱喝呀？怎么咱喝呀？
非要咱人家说上来了，人不敬酒吗？对，成功了，敬咱三杯，喝吧。哦，啊，一会儿咱要说上来呢，咱要说上来，咱不就敬他了吗？对，对呀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。哎呦，我可真羡慕！哎呦，哎呦，哥哥，你这个头旋越来越大了。哎呦，喝酒的时候你注意点发型啊！好好好，哎，咱玩的就是这么举起，就这么举起。对，咱玩干净利索。二月该咱找了，咱了，咱找上来，咱让他马上拿捏他啊！没问题。二月啊，听我的。二月，我告诉你，我想想啊，二月二，什么节？人家问什么节？龙抬头啊。龙抬头啊，问你什么节，人说什么节，哎呦，抬头节呀，啊，抬头节，抬头文听过，抬头节没听过，人说没这节，二月二龙抬头，这谁都知道，肯定有啊，抬头节呀，啊，人说没这节啊。那行，那你问的没这节怎么办，啊，没这节怎么办，啊，罚酒三杯呀，啊，这回能罚他了，罚这回能罚，哎，别动啊，你罚谁呀，啊？他又不让罚，不是你怎么回事啊？敬也不行，罚也不行，怎么回事，啊？罚谁？罚你们！你不能借这机会，我要持刀行凶，这可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哪儿持刀行凶了？持平行凶，你这个罚谁？罚你？谁说错了呀？谁说错了？谁？你说错？还都是你说错了？我说错，那怎么着啊？罚你们呀！就是罚你们，罚咱们。不是，那我问，要你说错了呢？那罚我呀！哦，喝去，还咱喝，咱喝没错，咱玩的举起。嗯，下次他说错了，咱罚他呀。对，哎，对吧？就怕他说不错，应该没问题。他那个学历不够。哎呦，你可越来越狠了，咱别公报私仇行不行？哎呦，我觉着我没使劲儿啊，我这胳膊，我没使劲儿。三月三，你确定吗？啊，寒食节吗？嗯，哎呀，三月三，我怎么记得是王母娘娘生日啊？王母娘娘生日，三月初九倒是寒食节。你别乐啊！我不是，对，你先别乐啊！我，你别乐啊！我不乐。先过三月三，王母娘娘生日。那我那二月二龙抬头怎么不算呢？没这节呀！行，先过王母娘娘生日，过完生日再过六天纪念介子推。行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人家日子算对了，对，再过六天，就这么说，就这么说，对，这就是看刚才上厕所都享福了吧？没听见啊？好嘞，有这节，有这节，咱也不知道三月初几啊？三月初九嘛，寒食节嘛。既然都有点说错了，能不能稍微轻一点？没说错，我送你俩节啊，送我俩节。感觉被闷了的感觉，打出高矮印来了。四月，哥，你先等会儿。兄弟，咱们已经喝了一个季度了。哥，真是，我看你这样，我都心疼。你不可能心疼，我弟弟你都快乐出来了。弟弟这样有这种喜讯，不是有这种事儿，我一个人我真搞不定。这样，我有一个好哥们儿，老北京了，老东直门了，我把我那东直门四太子的弟弟叫上来。行，何九华，快救救栾哥，快赶紧跑上来，何九华。哎，四月唱个红娘有什么节？有什么节？哦，找节日啊！找节，中国传统佳节啊！这跟京剧一样拿手。嗯，四月哈，四月二十八，有要干。四月二十八，什么节？乱穿纱。好，去那边凉快。哎，没这节。喝酒，罚酒三杯。哎，问他怎么办？去待着去。哦，喝都喝完了。哎，五月端午啊，端午节吗？我能自斟自饮吗？哎，谁打都这么大声儿，哎，谁喝下去都带响。六月，我怎么看你们是四个人啊？上头了，这会儿有点上头了，这会儿啊。六月，这么着，血栓都打开。我还有一好哥们儿啊，好。
叫杨九郎的，好好好，我给他叫上来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啊、他要上来了，咱下得去吗？别叫我杨九郎，我又能演出了吗？杨九郎，我又能演出了吗？杨九郎，通过我们这节目让你转转面子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刚才丢人了吗？在北展逗大家乐一下。丢人了吗？刚才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六月份有什么节日？德云社没有逗哏演员，一个人配四个凉活的，你看。哎，我今儿逗哏啊！哎，今儿逗哏。六月什么节？什么？这干嘛上来？找节日，中国传统节日。六什么东西？六月是吧？有，真的就是你最能墨粉。六月什么节？六月六。什么节？六月六。六月六。什么节？看古秀。你说那么大声，似乎也没用。什么节？什么节？古秀节呀、啊！古有，人大哥撒完尿底气更有古秀，古秀节呀、啊！古秀节没有，怎么有节？有这顺口溜啊！六月六看古秀，我春打六九头啊，大麦收啊，小麦行了，行了，就到这儿，有一个顺口溜嘛。就是你干。六月六啊，看古秀啊，春。我觉得没毛病。你也改了，愣惯了是吧？咱往下进行吧。七月初七没这节吧？没这节。七月七巧节有这节，有这节，有这节。哎，哥哥等不了了，来，要自斟自饮吧。不，您就来吧。好，哎呦，八月，八月啊，八月。三位弟弟，咱们已经喝了半年多了，指着他说错是没戏了。八月，要不你们给于老师再请上来？八月我熟，八月，八月十三。什么节？我妈生日。对对对对，我媳妇那天生日。对，去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用他帮忙了，我自己找。啊，八月十五，中秋节有没有这节？喝酒。等会儿，喝几杯？三杯。喝两杯。为什么？你这碰洒了一杯。两杯喝，哎，喝一杯，怎么又喝一杯？哎，只有撞散了一杯，一杯也得喝，怎么喝？我怎么喝？你怎么喝？你怎么喝的？我就是这么喝的。我一杯不喝，为什么？你替我喝了，有量，来一杯。